因为有一点哎呦，你想说的你不愿阿叔阿明啊，我拢讲诶，阿叔，你咧较细只的。哦，面较宽诶。你用小块一点啊。你找我们去桥上那一位好不好？好，你找我们去桥那一位。爸爸，等你，等一下你要喂。爸爸，你要浇下去。对啊，你要喂小块一点啊。不然他吃太多了。小怪来这里喂了。他们两个在玩游戏。小怪，你躲那么远做什么？哦，太大块了，去咬一口，咬一小口咬。小怪太远了，你在喂谁？喂小叔子。喂鸡鸡。他跑上来了，不会了。啊，丢到了。你看这里有一只跑上来了。到了，乖乖，你去那里，你一张都没有丢到啊，他都给谁吃啊？哎呀，要攻击小叔了。呀！呀！丫就吃掉。丫丫。小怪那，我以前前面一点，那丢给谁吃？下一个就。呀呀！好高兴！Mario！Thank you.